name is Kai Yuan. 今天要来跟你分享一款 Xbox 遥感。Hi, my name is Kai Yuan. 今天要来跟你分享一款 Xbox 遥感。那这一个手上目前有的这一支是无线的原厂 Xbox 遥感。那么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开箱另外一支有线的遥感，然后更专业、更厉害的，这个就是我们的 Power A Fusion Pro 3。Hi, my name is Kai Yuan. 今天要来跟你分享一款更厉害的。Hi, my name is Kai Yuan. 今天要来跟你分享一款更厉害的无线。Hi, my name is Kai Yuan. 今天要来跟你分享一款更厉害的 Xbox 遥感，那就是我们的原厂遥感，这是我们。Hi, my name is Kai Yuan. 今天要来跟你分享一下。Hi, my name is Kai Yuan. 今天要来跟你分享一下。Hi, my name is Kai Yuan. 今天要来跟你分享一款。Hi, my name is Kai Yuan. 今天要来跟你分享一下这一个。Hi, my name is Kai Yuan. 今天要来跟你分享。Hi, my name is Kai Yuan. 今天要来跟你分享一个 Xbox 遥感。那目前手上这一个是 Xbox 原厂的无线遥感。那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更厉害的、更多自定义。Hi, my name is Kai Yuan. 今天要来跟你分享一个 Xbox 遥感。那目前我手上这一个是原厂的 Xbox 无线遥感。好。Hi, my name is Kai Yuan. 今天要来跟你分享一款 Xbox 遥感。Hi, my name is Kai Yuan. 今天要来跟你分享一款 X. Hi, my name is Kai Yuan. 今天要来跟你分享一款 Xbox 遥感。那这一个是我们目前原厂的无线。Hi, my name is Kai Yuan. 今天要来跟你分享一款 Xbox. Hi, my name is Kai Yuan. 今天要来跟你分享一款 Xbox 遥感。那它有更多比原厂。Hi, my name is Kai Yuan. 今天要来跟你分享一款。Hi, my name is Kai Yuan. 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 Xbox 遥感部分。那目前我手中这里有一个原厂的 Xbox 无线遥感。Yeah. Hi, my name is Kai Yuan. 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一款 Xbox 遥感。那我们现在手上有一款原厂的无线 Xbox 遥感。那我们今天要来开箱的另外一款遥感是无线。Jesus Christ. Hi, my name is Kai Yuan. 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一款 Xbox 遥感。Hi, my name is Kai Yuan. 今天我们来跟大家分享 Xbox 遥感的部分。好，我们现在手上这一款目前是无线的原厂 Xbox 遥感。那我们今天要来开箱另外一款是有线的，但是功能多很多的，叫做 Power A Fusion Pro 3这一款有线的遥感。Hi, my name is Kai Yuan. Hi, my name is Kai Yuan. 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一款更厉害的。Hi, my name is Kai Yuan. 今天要来 ，Hi, my name is Kai Yuan. 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一款比原厂标准的。Hi, my name is Kai Yuan. 今天我们跟大家 ，Hi, my name is Kai Yuan. 今天我们来开箱。Hi, my name is Kai Yuan. 今天我们来开箱一款比原厂更厉害的。Hi, my name is Kai Yuan. 今天我们来跟 ，Hi, my name is Kai Yuan. 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一款 Xbox 遥感，它是比原厂的这个无线遥感标准的无线遥感。更厉害、功能更多的 Xbox 遥感，那我们今天就来开箱这个。Hi, my name is Kai Yuan. 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一款 Xbox 遥感。Hi, my name is Kai Yuan. 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一款比 Hi, my name is Kai Yuan. 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一款比原厂功能更多、更厉害的 Xbox 遥感。那目前这一款叫做 Hi, my name is Kai Yuan. 今天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款比原厂功能更多、更厉害的。Xbox 遥感 ，Hi, my name is Kai Yuan. 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一款 X. Hi, my name is Kai Yuan. 今天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款比原厂更厉害、更多功能的 Xbox 遥感。那这是我们的 Power A Fusion Pro 3 Xbox 遥感。那这一款是 ，Hi, my name is Kai Yuan. 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一款 Xbox 遥感。Hi, my name is Kai Yuan. 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一款比原厂 Xbox。Hi, my name is Kai Yuan. 今天要来比原 Hi, my name is Kai Yuan. 今天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款比原厂更 Hi, my name is Kai Yuan. 今天我们要来 Hi, my name is Kai Yuan. 我们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一款比原厂更厉害、更多功能的 Xbox 遥感。那这是我们的 Fusion Power A. Power A. Hi, my name is Kai Yuan. 今天我们要来跟大家分享一款 X.Hi, my name is Kai Yuan. 今天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款比原厂更厉害、更多功能的 Xbox 遥感。那这是我们的 Fusion
Jesus Christ. Hi, my name is Kai Wan. 今天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款。Hi, my name is Kai Wan. 今天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款 Xbox 遥感。Hi, my name is Kai Wan. 今天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款。Hi, my name is Kai Wan. 今天我们来。Hi, my name is Kai Wan. 我们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一款比原厂更厉害、更多功能、更多自定义按键的 Xbox 遥感。那这就是我们的 Power A Fusion Pro 3。那我们就直接来快速开箱吧。在这个 Xbox 遥感，哇塞！这个 Xbox 遥感还有附一个收纳盒，也是怎样的？哇塞，这个盒子的设计也是太，这个盒子设计也是很漂亮哎，这个盒子的涂鸦设计我还是蛮喜，这盒子的涂鸦设计也是蛮有，这盒子的涂鸦，哇塞，这个，哇，这个图也太酷炫了吧，哇，你看这个图也太酷炫了吧，好啦，那我们盒子里面就有一个。哦，那我们的盒子里面就有另外一个盒子，那这个收纳盒是比较硬壳的，可以保护你的摇杆，可不会让你在。好了，那我们的，好，那我们的盒子里面有，好，那我们的盒子里面就有另外一个盒子，那这一个收纳盒呢，是一个比较硬壳的，OK， 那我们的盒子里面还有另外一个收纳盒，那这个收纳盒是比较。硬壳的啦，它外出的时候你就比较不会压到你的摇杆，让你摇杆有点位移还是干嘛的。好，那我们的盒子里面还有另外一个盒子，那这个是一个比较硬壳的收纳盒，就是避免你这样子挤压到我们的 Xbox 摇杆的部分，所以就是比较硬的。好，那我们第一。好，那我们盒子里面还有另外一个盒子，那这个盒子呢是比较硬壳的，OK， 那我们的盒子里面还有另外一个盒子，那这个盒子呢，这个收纳盒呢，它是比较硬壳的，就是你收纳外出。OK， 那我们的盒子里面还有另外一个盒子，那这个盒子呢，这个收纳盒呢，它是比较硬壳的，就是它。硬邦邦，它避免就是你外出的时候，你就是丢到背包里啊，然后你会挤压到你的摇杆的蘑菇头。那这样子用硬壳的，你就可以轻松把它丢到你背包，也不用担心说哦，你把它压到你的按键故障之类的问题。OK， 那我们的盒子里面还有另外一个盒子，那这个是 OK， 那我们的盒子里面。OK， 那我们的盒子里面还有另外一个盒子，那这个盒，那这个收，那 OK， 那我们的盒子里面还有另外一个盒子，那这个收纳盒呢，它是比较硬壳的收纳盒。OK， 那我们的盒子里面还有另外一个盒子，那这个盒子呢是一个比较硬壳的收纳盒，就是比较硬邦邦啊，让你避免再丢到背包啊，或者丢到哪里行李箱啊。去挤压到你的蘑菇头摇杆的部分，让它故障，所以你这样子就可以轻松的丢到你的背包里，而不会去影响到你的摇杆性能了。OK，
盒子里面还有另外一个收纳盒啊。OK， 这是我们的收 ，OK， 这是我们的收纳盒的部分。那它的拉链没有牌子。OK， 这种 ，OK， 那这是我们的收纳盒的部分。那它是一个比较硬壳的收纳盒，就是你如果把它丢到背包里，不会去压到啊，挤压到我们的 Xbox 蘑菇头的部分，让你保持一个最佳性能，让它的寿命也变得更长了。哦，还有一个特色就是这一个品牌叫做 Power A， 它的保护竟然有2年呢、欸，什么鬼？2年的遥感保护哎、欸，你原厂的好像只有3个月吧，然后其他品牌顶多1年吧，这有2年的保护哎、欸、是怎么样？好，那是我们的收纳盒的部分。那它是一个硬壳的收纳盒，就是你把它丢到背包里啊，就不会挤压到你的 Xbox 摇杆蘑菇头的部分，就是让你当然。OK， 这是我们的 OK， 这是我们的收纳盒的部分，这就是我们的收纳盒的部分啦。那它是一个比较硬壳的收纳盒，就是让你在丢到背包里啊，丢到行李箱里，就不用担心它说哦，我去挤压到我的摇杆上面的蘑菇头，让它有点位移啊，还是故障之类的问题。哦，说到问题的部分，就是我们这一款 Xbox 摇杆竟然有2年的原厂保固，我真的觉得有点瞎巴，就是你其他的。哦，然后讲到了问题，我们这一款摇杆，我不知道他们怎么做到，就是他们竟然有一个原厂2年的保固。你自己看 ，Xbox 原厂的摇杆它好像只有3个月的保固吧？那你其他品牌顶多1年的保固吧？这2年的保固是到底是怎么样？就是好吧，用坏了就直接可以拿回。好了，就 OK， 那这是我们的摇杆。OK， 那我们这个组 ，OK， 那这个收纳盒就是我们的摇杆部分啊。OK， 那这收纳盒里面就是我们的摇杆部分啊，还有我们的2个蘑菇头，可以。OK， 那盒子里面还有2个蘑菇头，那我们收纳盒还有附2个神奇的更换蘑菇头。好，那盒子里面还有附给你2个神奇的。那我们的收纳盒里面还有附给你2个不一样的蘑菇头，一个是凹进去的质感，好像。那盒子里面还有附给你2管，那盒收纳盒里面还有附给你2种不同的可以更换的蘑菇头，所以你喜欢这种凸起来的蘑菇头，或者是凹进去更高的蘑菇头，都可以自己做更换。那收纳盒里面还有附给你2款可以自己调整，那盒子里面还有附给你2款可以自己更换的蘑菇头，这个就是原厂应该是没有办法办到的一个神奇功能啊。那盒子里面还有附给你2个可以自己更换的蘑菇头，这是原厂没有办法办到的。然后这里还有附给你一条超级长的 USB Type A 到 Type C 的传输线。最后盒子里面还有一些
最后盒子里面还有一些。OK， 最后盒子里面还有，最后盒子里面还有一些说明书，还有贴纸啊，哇！最后盒子里面还有一本说明书，还有两张看起来超酷炫的贴纸，哎，就可以贴在你的脸上。